迎大家好，我是 Y， 那我负责这次的一个产品的介绍。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其实不是只有一个产品，其实我们要介绍一个全新的一个智慧手机的一个系列，叫 Galaxy K 系列。那什么是 Galaxy K 系列呢？ K 系列顾名思义呢，就取德文的 camera 的意思。那所以大家很清楚说 Galaxy K 呢，未来会比较 focus 在所谓的照相的一个功能跟专业的一个拍照功能上面。那 Galaxy K 在后面定义就是 smartphone 加 advanced camera， 它会在照相功能上面会有更先进、更进一步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地方。那 Galaxy K 是这次 Galaxy K 的第一支的产品，但是它的特色就是说它有极速4G 的一个 feature 跟10倍的光学变焦，是目前全台唯一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智慧型手机。另外呢，它有三个特点，它有全新的一个外观设计跟更进阶的相机的功能，以及独家的 APP 的一个编辑功能。那后面一一跟大家做介绍。那在设计上面，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说韩国它在整个设计方面或者说外观的雕塑方面是非常棒的。那这一次呢， Galaxy K 呢有新一代的伸缩镜头科技，它把整个镜头呢在缩在一起的时候变成更轻薄更好携带。这个左下角是上一代的一个 S Fold 的薄度，大家都清楚。那这一次呢， K 呢透过这个新的一个设计，我们把它缩短到只有20mm， 所以说它变得更好携带，它甚至可以当作是以一个日常使用的一个智慧型手机，而且可以兼顾照相的一个专业功能。再来呢，今年是台湾 4G 开台，所以这次呢，我们在 Galaxy K 也是 4G 版本，我们涵盖的频段非常广，甚至你可以带到国外去做漫游，像香港或日本都可以用。在下载的速度上面，它支援的高达150Mbps 的一个下载速度，是目前在整个LTE Cable 支援最高的一个速度。所以说，当你在拍2000万画素的照片要上传、要传输的时候，你不用等待，马上咻一下就到你朋友的一个手机里面。另外，如果说你要透过 Cable 去看影片，没有问题。如果你下载 1G 的一个影片呢，透过 LTE Cable 的速度，你只要3秒就可以做到下载 1G 的一个影片，非常快速。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重头，就是 Cable 它的一个照相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那我想其实在整个拍照的一个品质，我想最重要就是它的一个感光元件。这是 Cable 呢，它搭载的2.3分之1寸 CMOS 被照式的感光元件，是一般智慧型手机的1.8倍。所以它在整个，比如说影像的一个呈现，还有杂讯的抑制，这甚至是说在比较困难的环境下拍照，它都会比一般的智慧手机的画质要来得好。那这边呢，我有一个实拍照。下面有3张照片哦，那左下角呢是在很昏黄的一个房间所拍出来的一个影像，中间呢这是一般的智慧型手机，好，那在最右边呢就是 Cable 所拍出来，你会看到说完全在很昏黄的一个灯光之下呢， Cable 拍出来的细节还是非常清楚，这是它在搭载这个 2.3 分之1寸被照式感光元件的一个好处。好，另外呢，其实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很需要的一个功能就是10倍，就是高倍数的光学变焦。我想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在用智慧型手机，会拷问说为什么我的倍数没有办法像相机那么高？现在一般的一个变焦大概是3到5倍，而且是所谓的数位变焦，它所呈现的一个画质并不如来像光学变焦来的这么好。那这个是光学变焦所带来的一个好处。好，那我实际秀给大家看10倍光学变焦的一个效果。进入摄影的模式之后呢，你可以有2种方式去做变焦，一个是直觉式的，我用手指触控变焦。好，另外一个呢，在 Cable 有不同的改变，就是说我这次可以透过音量键去 run in run out。好。那我现在拍，比如说这个背板上面的一个文字哦，那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呢，我现在拍。好，这是我看到很清楚的。好，十倍光学变焦，十倍精彩影像。那这个部分呢，像我们在外面拍远景的时候非常好用。那甚至我要拍外面的景物也非常非常的好用。那像比如说我在拍外面的扛棒的时候，这边很多扛棒，比如说，好，这是十倍变焦的效果。好，我看到，好，帮他打一下广告，中正法律事务所。好，那如果你要再拍细更细微也没有问题，因为除了十倍光学变焦呢 ，Canon 它还可以用数位变焦的方式去拍到二十倍的一个效果。好，这是十倍之后就变成一个数位变焦的效果，所以它可以高达二十倍的一个变焦效果。好，那这边呢，另外再跟大家分享是我自己在之前实拍的一个照片。最近在那个植物园开始有荷花盛开了哦，那这是我在植物园拍的一个照片。那我们发现说，哎，我在桥上，我没有把一般的智慧型手机没办法拍到荷花的落在河面的细节。那这时候呢，我透过光学变焦，就会很清楚拍到荷叶。哦，这个还没到十倍，下一张变成十倍。哦，你可以看到很清楚荷叶落在湖面飘落的那样的一个美感。而且我把它放大的时候，你会发现高达2000万画素，你会看到它的细节，哦，非常的细致分明。这个是2000万画素在大打十倍光学变焦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十倍光学之外呢，它也有24米的超广角，那跟一般28米超广，一个28米广角来比的话，它更多的20%的一个可视范围。好，另外最重要一个特色就是，这次跟以前上一代不一样的地方是说，我们多了一个所谓的 Suggest 专业建议。那什么是专业建议呢？我想现在很多人在拍照的时候呢，尤其用手机拍照，他追求不只是说画质啊、画素等等这些要求之外，同时他希望说我拍出来的照片非常有趣，所以很多人会去Google 会去下载很多的滤镜等等这些 apps。可是这些滤镜的 apps 呢，它的缺点是说，第一个，它拍出来的照片会经过压缩。maybe 你有1000万画素的一个画素影像，可是你透过这样 apps 的滤镜 apps 拍照之后，它会压缩到可能几百万画素而已。再来就是它的滤镜效果非常有限。好，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消费者需求，把它内嵌到我们 Canon 下面，透过选择专业建议的时候呢，你办案快门，它会根据你现场的光线去建议说适合的一个滤镜效果。好，另外呢，如果你不喜欢现在它建议的也没问题，你可以透过我们所谓的 Post-Adjust Market， 可以连上网络登录三星账号去下载各式不同的滤镜。目前上面已经有多达大概80种，而且呢，除了上去可以下载滤镜之外，你还可以自己 create 专属你自己风格的滤镜。那我现在实际秀给大家看。那这时候我按快门有没有？下面呢就会出现他所推荐的滤镜效果。好，那我们请美健 model 帮我们做示范。好，那看到 model 就想到初恋。好，我就选初恋。而且呢，他可以选择颜色。好 ，OK， 然后拍照就很快的完成。好，那刚才我讲到说，如果现有的这些滤镜效果呢，我还可以去做扩充，在最右端有一个下载。好，这边看到说，刚才在 slide 上面秀了很多的一个滤镜效果。好，现在看到呢，已经有80个滤镜效果。好，那它还可以帮你做分门别类，比如说你想要男生、女生，好，或者是说拍日落都可以。还有在跟大家讲，就是说我可以自己创造属于自己风格的一个滤镜，我就按创造。好，在创造的时候呢，我就可以选择颜色、锐利度、饱和度，这些都可以自由去选择，然后
你可以按 save 储存，然后去命名属于你自己的风格，然后你就可以上传到整个那个 Postgres Market 上面。好，再来跟大家推荐是一个进阶的一个拍照的功能，叫做自动对焦曝光分离。那我想在座的一个各位媒体朋友们，应该有些人很清楚说这个是什么功能。那这个功能呢，它用在什么样的情境呢？当一般智慧手机跟相机，它在拍照对焦的时候，它的对焦点跟测光点是落在同一个物体上面。那这个时候会发现一些问题，是说我拍摄的物体它的光过曝或者是光源不足。那通常这时候我们 maybe 可能比如说光量不足，我们可以用闪光灯。那光量过曝呢，可能 maybe 可以调成光圈，可是一般的智慧型手机或者是相机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些功能。这时候呢，你可以透过 Klun 的自动对焦曝光分离，在右下角我对准这个建筑拍摄的时候， maybe 我发现说这个光线并不是现在我想呈现的一个效果。这时候我可以直接脱离我的测光框，哦，白色就是测光框，把它拉到天空这个位置，你会发现说在天空这边的一个细节其实还原到现实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是针对于说假设在光源曝光过曝或是不足的时候可以用的一个效果。好，那我实际秀给大家看。好，比如说现在我拍，我发现说整个光线非常的亮，这时候我可以非常暗，我就可以拉到右下角，你会发现说整个光线就跟着变化。好，我可以拉到任何的位置，它的光线就马上就会呈现出来，让你看到说哪一个光线的一个曝光是你最想要的。好，所以说当我们比如说在餐厅里面发现说光线非常的不足，这时候我可以把整个测光点移到适合的位置，去呈现出最精确最正确的一个曝光值。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自拍仪式。那什么是自拍？我想现在拿到手机第一个就是拍照，那拍照大部分会做什么？就是自拍嘛。那很多人在用手机自拍的时候都是用前镜头自拍，对不对？可是现在前镜头自拍大部分画素大概可能是落在大概200到300万之间，而且在拍自拍的时候容纳的人数和范围其实非常有限。那刚才有跟大家讲到是说 Klun 它是2000万画素，而且它有24厘米光效，所以透过自拍提示呢，它可以帮你拍出高达2000万画素的自拍照，而且它也可以帮你做美肌。同时呢，透过24厘米的广角，你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在同一张自拍照里面。好，那再麻烦 model 回去一下，跟我们看，就说有一个白色的一个框框，那这个表示说，当我的拍摄物品进入这个框框的时候呢 ，Klun 它会自动侦测，而且它会马上帮你连拍三张。那这个框呢，我可以自动选择区域，选择我要的位置，而且它可以调整范围大小。好，那我们实际来跟 model 自拍一下。好，画面上可以看到说，好，我们进入拍照范围。好，好像只有我没拍到。对，好，刚刚有听到啪啪啪三声，就是Klun 他马上就是帮我自拍三张，而且呢，你看我的肤色马上变好，好，然后呢，他还会自动帮你建议说哪张是最好，看到上面黄冠亮黄灯亮是最好的一张，那你也可以选择比较小过来看，好，所以这个是在自拍上非常好用的一个效果，就是你可以通过自拍就是拍2000万画素的一个自拍照，而且是美肌模式，而且呢可以拍出最多人的一个自拍照。好，追踪对焦，我想在用智慧型手机拍照的人很多都是父母亲或是有养宠物的，那这群人其实最怕最害怕，因为他们不会乖乖坐在这边让你拍，这时候你在 P 模式跟 M 模式下面开启追踪自动对焦，这时候它就会自动锁定物体。如果你的物体晃动、移动的时候，它会跟着这个主体跑。
当主体停下来，或者是说你到你想要的位置的时候，你不用重新再次动回家，你可以马上快速去拍下那个美丽的瞬间。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功能，叫追踪自动对焦。好，那最后呢，我们拍完照之后，其实很喜欢做的建议就是编辑后置嘛。那在这次呢，为了 Cam 的上市，我们特别跟文心相机这个在 Google Play 下载一个次数很高。那这次的文心相机 Cam 特别版怎么不一样？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大部分的拍照 APP 刚刚有讲到是说都会压缩画素。那这次呢，我们跟他合作是说，透过文心相机拍照之后呢，它依然可以保存我们的高画素、两千万画素的一个拍照品质。而且针对这一次合作呢，有提供特别的一个滤镜效果，还有图文光，还有就是一些比较文青艺术的一些文字。而且从现在开始，已经有在 Google Play 在 Samsung S 已经有针对说 Klun 这个产品的 user， 只要购买然后登录 Samsung S 就可以下载这个免费完全免费的文青相机的一个 apps。好，那最后呢，就是大家关心的一个售价部分，这是我们有推出两个颜色，一个就是爵士黑，那一个就是炫音蓝。那我们的定价大概16900，维持跟上一代同价，是整个的产品的规格跟上一代大提升很多。那上市之后呢，针对于消费者，我们有特别的一个赠品，就是原厂的一个杯盖。我想用 smartphone， 很多人希望说有一个保护的一个盖子，这是我们提供，只要在7月30号前购买完成登录就会送。再从今天等一下4点开始呢，我们有一个预购的活动，就有购一项照样送。那在我们指定通路呢完成预购，并且上网登录呢，我们再送一颗电池。我想拍照的时候很耗电，这时候多一颗电池可以让你拍更多的照片。OK， 以上是整个 Klun 在整个产品上面的一个介绍。那我想请 Klun 大家有很多功能，其实。